天的发烧话题呢，带你看到的是这个非常另类的训练手法，而且一定让很多人都非常的羡慕。那就是台中有一家建商呢，为了要了解这个顶级豪宅课程的想法，他们让员工到价值1亿多元的豪宅里头住上1个星期，而且可以免费使用里头的各项设施。不过这可不是白白享受的，员工们呢住了之后要交出心得报告。有人结束这1周豪宅生活之后呢，忍不住大喊：“真的回不去了。”